家好，我是新民党的三号候选人何敬康 Adrian。在过去这两个礼拜，我很荣幸可以和不同界别的选委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和沟通。我发觉最重要的其实始终都是听取大家的声音，令到我在议会的工作更加有效。在未来这两个礼拜，我希望可以聆听更多声音，可以和你们更加多的接触，希望我接下来立法会的工作是会更加有效。若然我有幸加入立法会的话，我希望将大家的声音反映去到立法会那里。请大家支持我，三号何敬康，多谢。